在这圣诞感恩的节日里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无穷，必增加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，以公平公义，使国坚定稳固，使国坚定稳固。从今直到永远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，必成就这事。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渴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必定不渴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阿们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到十一节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己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。阿们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会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阿们，阿们。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Ni Dieu a tellement aimé le monde qu'il a donné son Fils unique, ainsi que ceux qui croient en lui n'adorent pas loin de lui, mais
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